拍攝嘅雀鳥影片咧，就已經睇完啦。咁啊，多謝各位收睇。咁如果喜歡呢條影片嘅話咧，即刻訂閱、贊好同埋分享。咁撳埋個鐘仔，我哋會繼續分享由我拍攝嘅雀鳥相片同埋影片，仲有生態嘅資訊。咁我下條影片啊，再見啦，拜拜。